是我们艺人恶马的演出了。场上的表演者呢，是我们的女骑士伊玛，还有我们的阿玛。全场的各位，先帮他们掌声加油一下哟！艺人恶马的老公仲宇，除了跟阿玛培养相当好的默契之外呢？也代表着我们多元的族群汇聚在这里，互相影响合作，共同向前一起。Bye-bye.